你有看迄、那个，今仔报纸讲有啥物咧？迄、那个某某派对，你知吼？还没时间看。伊还没时间看。哎、欸，了，署长，甲恁部长讲一下，即个老国公，敢能唔知影这？这个在网络上有出现，但我们台中市第一分局啊，已经知道这个信息。凡是任何有犯罪行为，我们都会去预防，会做勤务的规划。部长，你敢捌看过迄个大开眼界？迄汤姆克鲁斯，甲咧尼克斯基咧，较早演过因某演一出电影，尼克基曼呐、啊、嘿。我很少看电影，这就没有时间了。这你唔捌看电影？有啦，但是很少了。迄较早我咧看迄个大开眼界的时阵，迄出我有看，你知不知？啊，那戴拢戴眼罩啊，大开眼界啊！我较早咧看迄汤姆克鲁斯跟尼可基曼迄安尼，迄个眼罩戴着吼，你去看那种场合，你把它做一个想象啊。眼罩一戴下去，音乐一个放落了，忙起啊啦！什么咧？书仔人懵尔，那部长是哭笑啊，咁要老卵。我想讲你在这内行啊！我咧甲你讲，我看迄出电影啦，我看迄出电影啦。好啦，假设啦，部长跟署长你带队啦，你进去要贴什么颜色的贴纸啊？我讲你老火啊，你都唔知，你都唔相信，署长讲啊，嗯。啊，看署长贴什么颜色，我不晓得。署长你知无？你把这传恁部长去，你要给他胸边胸要贴在哪里贴纸啊？你嘛唔知哦，迄舞池内底大家男的安尼哦，开始画啥咧？画白色，讲蓝色贴纸，讲代表男生可以摸啦。所以你去你唔咋，你若去台中吼，你去个夜店，你才唔要贴一个蓝色的呢。不啦，爱贴纸唔是领带啊，打来了小姐看了你会当懵，你知唔知？女生红色贴纸讲代表女生可以摸啦，你甲看卖啊。啊嘴，是讲这嘴唇大贴纸，我都唔知道要安怎亲嘴啊咧。好，迄落恁两个那西公啊，新杯一个做部长，一个做署长，做到要下台啊，讲啥物？每一个城市内底拢有迄落某某派对，大拿的在红帽，大红的在乌白去红帽，他们全台湾恁咧做官，做到规台湾拢凊彩咧乌白帽，这不对啊，部长啊，署长啊，这要加强啦，好不好？